店家为了要减少损失，竟然篡改过期食品的有效期限标签，在进行贩售。高雄有一家百货行，从去年5月到今年初，由于生意差，多项商品放到过期，便动起了歪脑筋，自行印上新标签，卖给下游厂商，同时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之下，贩售医药商品。尽管配合查封销毁，检方处分缓起诉，不过业者仍然要向公库缴纳100万元。 在即将成品化哦，从店面到仓库，成堆日本进口零食，卫生单位都要仔细查，因为百货行遭爆料篡改过期，食物标签。这1000多公斤的过期零食贴上新标签，后其中一部分卖给了百货商行，而另一部分则卖给了一家糖尿病服务中心。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，我们就卖他1-2样而已。 实在是好夸张！等到卫生局查上门，服务中心才知道商品有问题，赶紧中断，双方合作。这间百货行位在林雅区，开业没几年，却遇上疫情，生意差。从去年5月到今年初，商品放到过期还乏人问津。为了减少损失，便叫儿子重置新标签，覆盖原有标签，想要鱼目混珠，物件多达375件，相当惊人。损失到多少？100万啊！现在都过期的东西都拿给你讲。 不仅篡改有效期限，由于没有药品许可证，因此药部、眼药水等商品也一并遭查封。给予被告二人及其公司法人缓起诉处分。 并预支向国库缴纳，共计新台币100万元。卫生局强调，根据食安法，卖过期食品将可裁处6万到2亿元罚锾，这回谈成放行又没前科，从轻发落。但把有效期限当装饰品，在消费者心中商誉已经跌落谷底。记者田宇华、王寿成高雄采访报道。 物价飞涨，什么都贵。苗栗有民众抱怨，他在投份买了2袋咸酥鸡，一共230块钱，结果回家打开一看，分量少得可怜，跟以前比实在是差很多。不禁直呼买了个寂寞，还吃了一个空虚，更引发了不少人共鸣，直呼现在的物价感觉像是被抢劫，又不能够报警。但是有不少的网友帮店家发声哦，说现在原物料价格啊、油电价格不断的上涨，等你自己开一家店就知道成本。 又多高了？滚烫的油锅里香喷喷的炸物炸得金黄酥脆，均匀撒上胡椒粉，让人撸甲撸酥脆。有民众在苗栗投份花了230元，买了2大袋盐酥鸡，还加点百叶豆腐跟鱿鱼。没想到一回到家准备开吃，看到这分量，大失所望。 民众po文说，知道现在通膨很严重，但这是买即墨，吃空虚的吗？每次外带一回到家，打开来就觉得，什么东西感觉变少了，跟在以前在内用之前感觉都不一样。民众抱怨引来大批网友共鸣，有人说贵到我以为你是叫外送，这是被抢劫还不能报警的感觉。但也有内行人说，现实就是这样。其实成本涨更凶，老板也在苦撑。肉类、甜不辣类、蔬菜类。 材料费全部都涨，光肉类一斤就涨25块了。在我这边买230，你到别的地方可能就要500块了。不管什么肉啊，什么都是涨价。所以这样网络一点点，两三百块，也觉得是正常嘛。对对对。万物齐涨是日常，消费者得慢慢习惯这种无奈的现实感。要不尊节开支，要不降低期望，总之想要说个短袜的那种好康，恐怕已经回不去了。借苗栗台中，送不到。 涨价或许真的是不得已，但如果店家事前没有讲清楚，顾客恐怕就难以接受。在台中有民众前往北屯一间面食馆用餐，结账的时候发现说啊，这个金额跟菜单的价格不符，足足贵了15块钱。老板娘就回答说，价格有涨，新菜单在 Google 上点之前没有看吗？让民众听了觉得很不合理，气炸破网。 事后更引发了大批网友狂刷一颗星负评，老板娘甚至还发文回呛说有差这10块钱吗？不过后来店家出面坦诚疏失，强调平常都会把新价钱跟旧的菜单一起给客人，只是当时店员忘了给新的价目表，才会造成误会。 餐点全部现点现做，就连馅饼类面团也是老板娘亲自手揉。台中北屯这间面食馆主打道地北方口味，虏获不少饕客喜爱。不过却因为菜单与实际价格不符，爆发消费纠纷。他没有去看这个。
他直接拿了这个。原来有民众来店消费，点了卷饼跟炒猫耳朵，两样175元，结账时却被收了190元，多的15块哪来的？老板娘回答：点之前没看 Google 吗？新菜单有传上去，已经涨价好几个月。民众接着又问：为什么没有新菜单？因为印菜单要钱，旧的用完才印，让客人听了气炸，po网投诉。店家 Google 评价立刻被大批网友狂刷负评，只剩两颗星。业者坦诚疏失，表示平常都会把新价钱跟旧菜单一起给客人，只是老板娘当时出门补货，店员阿姨忘了给新的价目表，才会造成误会。阿姨还跟他们说对不起，自己拿她的10块钱出来给她，但是他们不要。最引起公愤的就是老板娘事后这句留言：你很差这10元吗？老板娘解释绝非故意，被他抹黑到说我没有说道歉。还有的人更可恶，说什么滚回中国滚回大陆。整个被刷到爆的时候，你会什么感觉？消费争议让店家业绩瞬间跌落谷底，出面灭火盼能化解纷争。而针对不理性网友的人身攻击，店家也已经报警提告。借台中综合报道。让爸爸妈妈们崩溃的暑假作业又来了，这次是国文老师丢出难题，要小一学生用三个部首拼出一个国字。但是呢，国字对小一生来说真的是太困难了，有的小朋友硬着头皮写，自己造字。另外呢，还有国文加数学的组合题，光是看这个题目啊，要读懂就得花一番功夫，有家长干脆先投降。学生们开心放暑假，但爸妈们的噩梦从翻开暑假作业的瞬间就开始崩溃。国文老师率先丢出难题，要小医生拼出正确的字，有小朋友硬着头皮开始自己来造字。真的有这么难吗？我们找来小医生试试看。怎么写起来好像真的卡卡的？哎，越写表情越唔通，确定这字是长这样吗？因为这个就是部首很奇怪，这感觉三个字根本合不起来。它的偏旁写出来，那让你去把它组合起来看看，看这个字是什么。那没有学过的话，它可能长成什么这样子？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外，第二个希望说做到所谓的亲子共读。艰困的任务还没有结束，还有这组综合题，光是看题目就漏漏等，得花一番功夫。要学生把题组里面指定注音符号的国字连连看，再画出阿拉伯数字来解答。这国文加数学混合题，国字都还没圈完，家长率先投降。国文跟数学合并起来，形成一种新的题型，让孩子们做一个思考，希望去做到一个延伸的概念，常常是属于就是所谓的点对点的思考而已。他说：“哦，这是国文，所以我就只单纯用国文的方式来思考。”暑假作业不只是孩子们的难题，更是爸妈们的一大挑战。台北综合报道。